哎，兄弟们，这么晚了，开什么紧急会议？开始吧！啊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兴奋啊？这什么？他的脑袋居然能转一圈？啊，马桶电视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紫光照射，你只有在消灭病毒的时候才发出这种光线，什么情况？什么？斯基比迪病毒？那你消灭的好啊！哈哈，兄弟们，最近斯基比迪病毒蔓延，镜头擦亮点。啊，说潮潮到，潮潮就要到了。这个人也感染了斯基比迪病毒，他变异了，怎么个头这么大？消灭他！哎，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们一群吃苦胆的样子，怎么了？啊，斯基比迪人逐渐壮大起来了，而且这家伙的个头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了。兄弟们，我们要联合起来消灭他！啊！该死的斯基比迪人居然把我冲进了下水道！啊，快看，那两个人把我们的兄弟都冲走了！马桶监控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！瞧瞧瞧瞧，我们的马桶电视的紫色光线，杀菌效果还是挺显著的嘛！啊，这不是戈曼吗？他也感染了斯基比迪病毒，这么大个了！兄弟们，我们得武装起来！啊，不要啊！